Breakthrough Industry Awards 大奖，以及德国的红点设计大奖。A Raspberry 呢，就是希望在大家成为爸妈之后，还是能够一样的时尚哦，带给大家全新的婴儿时尚品味。我们还特别设计了这个车架，让我们的潮男爸爸呢，能够顺利的喝他的紫外线。让潮爸正妈们可以依照服饰搭配不同的车套，跟可依琳的心情来变换不同的缤纷色彩哟、哦。这款遮阳棚呢，可以帮助宝宝们不会晒到太阳，特别是在夏日的亲子出游时光格外的重要了。而且呢，它的设计也十分具有是180度的平躺，从新生儿的阶段开始使用。也可外接气座的提篮，并可支援双向使用、双向收车。提醒大家，请拆及四轮的独立避震，五点式的安全带防护，给宝宝最顶尖的乘坐体验。而由于台湾的地形不稳，我们这一款 Raspberry 可以轻松的适应，给宝宝更安全的乘坐环境哦。贵族的青睐，令名人爱不释手。而现在的组合正是 Baby 睡衫潮汕爸妈的组合，对于新生宝宝来说呢，其实非常的适合，可以让爸妈更清楚地掌握了宝宝的状况。也正是我们 Pistrain 的改变，婴儿推车可轻松地升级双人的模式，其弹性的座位更有5段是不同的变化哦，和不同的家庭需求。那现在 Mother 为你们展示的正是 OneKit 的这个组合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 One Baby 要调节使用外，独家的设计，顶级的高级景观座椅，不仅呢能拉近亲子的距离，远离废弃的灰尘，还可以当外出的餐椅来进行使用哦。如此贴心的设计，让计划生2个宝宝以上的家庭能够更加的便利。而跟同呢，最近因为老婆以及小女儿正在月子中心，所以跟同更是一肩搭起了2个小宝贝的超级奶爸的身份哦。我看到共同爸爸的帅气真的是好比我们的贝克汉啊，大家说对不对呀、啊？哎，我就好好的问问跟红，哎，平时是怎么照顾他的宝宝呢？哎，看到小泡芙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哦。这边只有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呢，来拍下这个非常可爱而且非常动人的一个画面了。